上次龙云宗一行后，我就没离开过功勋秘境了。嗯，小心！这剑就是冲我们来的。这帮混蛋守在功勋秘境外，等着对我们的人出手。这家伙还不松开我！何方鼠辈，赶紧滚出来！可惜了，未将此二人射杀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丹脉竟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！哼，二位师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追赶一头妖兽至此，正要将其射杀，没想到你们正好出来，幸好二位安然无恙，否则周某的罪过可就大了。别装出一副有眼无珠的模样，是否有意你们心里最清楚。哎呦，还有个硬叉子，看这小子细皮嫩肉的，若不细看我还真以为是女扮男装呢。你们这群混蛋。嗯，周昂，卢毅的关门弟子，就凭你们几个炼魂境大圆满的臭鱼烂虾，也想杀我？谭云，你未免太过狂妄了。狂妄？皇甫贤弟，周昂留活口，其他人全都杀了。同门一说杀就杀？好快的速度！是你们太慢了。而且也太弱了。不，上面！一群废物，谁让你们来的？快逃！众师兄，别丢下我们！你以为你能逃掉？救命啊！又死一个！贤弟，你还傻愣着做甚？我去抓周昂，剩下那个就交给你了。混蛋，休走！受死！不，饶命啊！我杀人了。谭云，求求你别杀我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瞎了眼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与你为敌了。现在求饶晚了。谭云，求我娘放过我吧。谁派你们来的？是四长老。谁伤的功勋一脉首席二长老？我不知道。什么都不知道，留你何用？谭元，饶命！饶命啊！这个卢毅真是不长记性。谭兄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去内门。我们不是要去方城吗？去内门做甚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这林州的品阶不低啊。直接把尸体丢在林州上，也太不讲究了。谭兄，我御剑飞行就不上林州了。你堂堂一个大男人，又有炼魂境大圆满的实力，难不成
你这是第一次杀人。的确是第一次。你在龙云宗可都没怕过，赶紧上来，别让为兄看不起你。那好吧。大人，方才为何不直接杀了谭云？你没脑子吗？这里是功勋一脉山门，要杀他也得等他走远了再动手。半个月前沈素冰遭我重创，逃走时已经奄奄一息，可是至今都没听到他的死讯，恐怕他还活着。我在此守住山门，你们去把谭云处理了。是，大人。沈素冰，你若没死，我就等你出来再杀你一次。